接下来进行400米跑步测试。各就各位，预备。跑完了，不错嘛，小胖，你今天跑步速度还挺快的。别看我胖，我可是个灵活的胖子呢。排成，平时看你挺精神的，怎么今天蔫蔫的，连最基础的体能测试都没达标？是啊，没想到海城连我也跑不过。别提了，昨天普利士的哥哥普尔达来了，姐姐非要做一顿大餐欢迎他，结果他做的菜简直就是生化武器，害我跑了一晚上卫生间。原来是这样，姐姐简直是黑暗料理女王，别说我，就算是普利士他们也经不住姐姐的厨艺魔法攻击呀。长臂除外。长臂，快点出来，我快忍不住了。梦梦到底做了什么？我今天已经拉了第八次了，快点出来，我都第九次了。长臂，你先让我上。最新数据分析显示，这里有时空错战区的能量反应，必须尽快前往坐标地点进行调查，阻止时空兽四处破坏。普尔达，你和普利士一起去，一定要注意安全。长臂和霹雳炮呢？他们两个吃了梦梦的菜皮，估计现在还在抢厕所呢。长臂，让我去。幸好我们不在家，没吃到。好了，赶紧做正事。神奇手，协助普利士开启空间通道。好的。西卡，什么时候才能复活吞噬长官？最近特勤队和变形联盟那些家伙盯得很紧，喧哗吵闹收集能量的进度受阻。你指望这两个憨头憨脑？哥哥，他说的是？是的，他说的是我们。你这样说我们太过分了！哼。好了，其实我们目标是一致的，没必要闹矛盾。我们尽快收集足够的能源复活吞噬就是了。哼，反正你们快点完成任务，我的耐性是有限的。看你威风多久！真是个可恶的家伙！看来我要亲自去空间缝隙一趟。喧哗，吵闹，打开空间通道。是的，队长。发生什么事了？不好，空间通道发生能量共振，有人同时打开空间通道。
看来普利士没有进入这个空间，要想办法尽快离开这里。那是西卡。西卡怎么会出现在这里？是博尔达。不用紧张。这是哪儿？我怎么会在这里？这里是时空错战区，这里有很强的磁场干扰，越靠近中心区域干扰就越强。时空错战区？应该是你打开空间通道做坏事，误打误撞与我们打开的空间通道产生了能量共振，将我们一起带到这里。赶快找到这个时空错战区的时空兽，消灭它以后稳定了这一区域的能量反应，我们才可以回去。看来不用找了。那还不简单，月空合体。超型普尔达，竟然可以打开能量防护罩，把收到的攻击全部抵消了。哼，想不到普尔达会大惊小怪。西卡，我来引他打开保护罩，你找准机会，在他保护罩形成之前把导弹打进他的保护罩内。你认为我会和你合作吗？西卡小心。西卡，机会来了。你不要指挥我。我不需要你的帮忙。你误会了，我只是要完成我的任务。想不到普尔达竟然要完成人类安排的任务。西卡，难道你就从来没有怀疑过威登的目的吗？难道你就甘愿任他摆布？你没有资格质疑我。其实这些问题你是问自己罢了。自从来到了地球与爸爸重逢，我发觉之前接收到的信息不一定是真的，我也不知道现在做的是不是正确的，但维护宇宙秩序的和平是我们当初共同的目标。你应该反省一下你现在做的一切。收起你那傲慢的态度，不要命令我。你以为你还是我的指挥官吗？我和你不一样，只有战斗才可以体现我的价值。为了超越你，我才接受了改造，变成现在这副躯体。普尔达，我告诉你，你一直都是我变强的障碍。喧哗，吵闹。收到，有什么吩咐？打开空间通道。好的。普尔达，你要记住，下次碰面的时候，我一定会亲手打败你。西卡。